海冲浪。同学们，谁是我们羊村跑得最快的羊啊？喜羊羊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谁是我们羊村最勇敢的羊呢？喜羊羊。一般般吧。那谁是我们羊村最顽皮的羊啊？喜羊羊。低调。最顽皮的不是我吧？那谁是我们羊村最贪吃的羊呢？喜羊羊。哎呀，这典型不是我吗？那谁愿意参加云海冲浪比赛呀？当然是喜羊羊。恭喜喜羊羊成为代表我们羊村参加云海冲浪的选手。你们这是在给我下套吗？低调。哇，好美好漂亮啊。争气一点行不行？你可是全村最勇敢的羊啊。哎呦，我有畏高症啊，快帮我下去呀、别害怕孩子，今天你不用比赛。啊，村长。不过正式比赛我已经给你报名了。村长，你找我吗？是这样，有一道数学难题，希望你帮我解开。的确不容易呀、你还是坐下来慢慢想想吧。希望这个办法可以帮助喜羊羊。哈哈，村长，这题的答案。救命啊！快把喜羊羊放下来呀！快帮我下来呀！你怎么回事？还不把它放下来呀？机关好像坏了！救命啊！快把我下来！喜羊羊，你在哪儿？美羊羊，我们还是去那边找吧。村长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真的。这不是喜羊羊吗？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考试不及格，所以你就躲起来了。我看你不如来参加我们深山训练营吧。只要一个月的时间，包你身形健美，体格壮硕。一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你嫌一个月时间太长，那就三个星期吧。不好。那就三天。三个月。
大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这三个月就交给我吧。怎么样，凯哥？慢羊羊村长，请你收我为徒吧。不用客气了，喜羊羊，你还要去参加深山训练营吗？我还是回村练好了。老公，要是这时能有一只羊，那该多好。老婆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去捉羊的，为了你，也为了小灰灰。老公，老婆，你们继续，我是来打酱油的。其实你们不用勉强帮我，放心吧，懒羊羊下去都没事。喜羊羊，只要你往前一小步，就胜利一大步。我看还是不行。你看见我已经飞身去捉羊了吗？我只是着急。下次看见羊不许一捉。好吧。小羊啊！啊，什么？老婆，真的有羊，是喜羊羊。玩笑太过分了。没什么，我们正准备比赛投球，先做一下热身运动。是啊。那么上面那个是爸爸妈妈投的吗？爸爸妈妈很厉害。老婆，我想到办法了。美羊羊，这方法能行吗？只要看不到，你就不怕了。那好吧。戴上这个吧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飞羊羊，太好了，这样我就不受两边的景物的干扰了。谢谢你啊，飞羊羊。不用谢，你是我永远的对手，我希望能和你有一场公平的竞赛。好，我们在赛场上见。喜羊羊，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我感觉好多了。那我可不会让着你了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冲浪比赛现在就要开始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各就各位，开始。
尽管笑吧，一会儿你们都会跪下来求本大王饶命的。笨羊羊，你有没有听到呼叫声啊？好像在喊救命。糟了，地太郎又来捕鳄了。深山训练营有来的吗？泰哥，嗯，我能报名参加吗？就你一个？还有我们啊。原来全是患了畏高症啊。啊，怎么没有羊来比赛呢？